这个天泽里，如果你乾坤卦是天泽里，哦，宿出之人，天注定。这时候看到两眼，两眼要上下不等，哦，我们要辅助看相最好。那忌人呢？起一下，哦，不自知。如果有很多这个忌人旗下呢，不自知，有很多都是好。铁板神术条别里面，哦，早年呢又离家，哦，重重阻隔。早在我们在命上面写重重阻隔，就是早年非常的辛劳，辛苦成家，哦，那辛苦成家还不好好读书，那科甲又不兴，哦，科甲不兴又不读书，又跑去找女人，桃花多，这都是从读上读出来的哈。也有机会我再解释为什么这样子啊，都在图上都有。如果你补到你排到你的八字后天花是天泽女，好，九个字你听看看，好，妾有散，妾，好，妾有散，这个人偏离，啊，禁军令。这个军令除了当兵的退伍征召也是它包含在内，好，法院的传票也在包含在内，哦，这个重楼之策，哦，这个重楼之策很妙，你们以后读到就知道。重楼之策呢，无名呢，无名有险，好，这是下面讲婚姻，无名有险。后天化不到的，后天化是好，夫妻相隔，哦，夫妻分开呢，总为情，官司，哦，私财，先生成事，横祸会发生，还有。哦，还有别的破坏，比如说切刀啊、火灾啊，哦，就会跑进来。如果你的流年卦，流年卦算到你的今年25岁，天泽女。好，天泽女卦呢？啊，男外有妾。所以这种这好要讲话算要注意一点哈，哦，然后这个在切在哪里，在重楼之内，好，哦，这都是那个以前天机道啊，好，哦，就是铁板12000个条别里面，好，哦，五官外调啊，财不利，好，契约啊，哦，成空，婚事凶。如果你婚姻不到，婚姻流年逢了，这个卦非常的不好。好，哦，这个天机道的给你，这个竹子立下，哦，文书破，啊，哦，文书破。遇猴，遇到猴的时候哈，那，哦，有千里行，一定是属要的很远，或者是哦搬迁到外地去。诸位呢？这天机道的时候有一个，好，哦，千里的里有没有？里注意注意看，是不是一个日，一个土啊？代表里代表什么？里就代表日出什么？地上，日从地上跑出来，好，
所以说有灾的时候，灾从内生，啊，灾都从内生。诸位记得一个法则，天纪，好，天的纪律就是恒古不变的。最坚强的堡垒一定是从内部开始被破坏。你们家父母亲兄弟里面大家都很和睦，结果去好心找了一个人进来到你家来住或怎么样，好了，开始家庭纠纷很多，开始制造纷乱，制造是非，或者是你们家兄弟姐妹都很好，其他出了一个败家子，好，整个堡垒被弄坏掉。所以我们一家之主一定要有记民之能，哦，那记民之能，诸位历史上有个故事听过没有？萧规曹随，开国的时候，萧何开国把工业打下来，后来传到第三代，那萧何跟曹参两个人感情不好啊。那萧何在当宰相的时候，就曹参就犯了当一个参知事啊，一个乡的小的知事。然后萧何有一天死掉了，那个曹参就跟他太太讲：“你赶快帮我打包行李，我要上京了，我要当宰相。”他太太说：“你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跟他不和，他死了你去当宰相，没有？他在死之前，萧丞相一定会，好、哦、提名我，希望我去做宰相，只有我可以。”哎，过几天命令就到了，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一到宰相任朝，一开始当宰相，他都不上朝的，每天把文武百官召集起来，大家这边喝酒作乐，然后连续一个礼拜，那个惠帝啊，汉惠帝啊，看了嘛，这个小子怎么搞的，这么萧丞相怎么会找这个人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有功，萧何脑筋那么好，怎么找个这个咖来？好，生气了，就把他叫来了，哎，这个曹丞相啊，为什么萧丞相介绍就要提醒你来做我们的宰相，为什么今天你什么事都不做？他就问了，他说你啊，他说你是那个高祖的孙子，请问你比高祖如何？那我怎么能跟高祖比？我比萧丞相如何？你怎么能比得过萧丞相？萧丞相是开国的宰相，你怎么能比得过他？对，我们两个都比不过他，他们两个立下来的规矩法规我们守成就好了吗？管他干什么呢？萧丞相要我就是要维持原状，我们两个都比不过他，还就改比你强的人的东西，好，就是萧规曹随，好，所以要有记名之人，好，一般来古代的圣贤好贤相通通有记名之人，这就是记名。你千万不要把你辛苦建立的基业交给败家子，你生个儿子那鼻子歪歪的，你或者你女儿嫁来的先生，你的女婿鼻子歪歪的，眼睛在那边闪，对不对？然后地库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手伸出来都是洞，然后走路呢，雀步，哦，像麻雀在那边跳，啊、哦，雀步和鸭步要分清楚啊，雀步是脚尖在走，懂不懂？我也是一边这样跳，那是在跑路嘛。鸭步不是，鸭步是大龟这样走啊，啊、哦，鸭步跟雀步要不要弄错了哈？哦，那你弄错就看差很多，好，所以这种灾啊，天泽旅这种灾，通常是由灾都是由内生，好，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要开始看看你太太或者怎么样，有没有谁瞒你什么事情或者这样哈。好